新地旗下大埔白石角 Silicon Hill 去年中开售大开红盘，现正部署推出项目第二期的 University Hill 就为第二季新界焦点新盘，今期关键日期为2024年6月中，流花期长达14个月。 University Hill 提供607伙，由5座11至12层中低密度大厦组成，分别为漾景阁第1至3座以及第 5A、5B 座，涵盖9款不同户型，属开放式至三房设计，单位以开放式厨房为主。今次介绍的示范单位是以漾景阁第2座9楼 B5 室为蓝本。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示范单位是一个406尺的两房单位，主人房和客房位于大厅的左右两侧。单位整体间隔方正实用，装修以木调为主，舒适协调。主人房设置近乎落地的玻璃窗，有利采光和观景。左旁的小窗就可以推开的，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客房亦都宽敞实用，相信放置了衣柜和睡床之后亦都会有足够的空间走动。大厅位处于单位的正中心，厨房融入大厅，采用了曲尺型的开放式设计。另外我们可以见到有非常多的收纳空间，可以方便喜爱下厨的住户收纳粮油食品。全屋配套电器齐全，多功能储物柜备有镜面，供住户出门前整理而用，特别方便喜爱打扮的女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全屋不设走廊位，一入到单位就可以见到全屋的内笼。从门口前行就可以去到22方尺的露台，可以给户主欣赏到白石角依山环水的美景。不过白石角偏离大埔市中心，现时民生配套未算太完善，有见及此，项目基座设有 2.3 万方尺的商铺楼面，另会所连户外园林面积超过17万方尺。此外，预计2033年左右开通的港铁白石角站有望为项目整体配套锦上添花。